灵感为什么就是不来呢？既然没有灵感，在这耗着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我们去找点吃的。我一直以为季总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品味仗忌呢。你喜欢的呢？那我当然要试一下。可是现在这么冷，我们去哪儿逛啊？只有天气冷，才可以互相取暖。你嘴巴没擦干净。嗯，这边也要擦擦。你梦到我了吗？时间还早，再睡会儿。喂，大哥，你注意分寸。昨天晚上可是你叫我陪睡的。我怎么可能？那我让你清醒一下。清醒没？清醒没？啊！